这个花瓣是真实的花瓣，超级无敌美。我们给个细节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他做这个，来我们上面，哇，能看清楚吗？绝对可以，太漂亮了吧！你看这里面的花瓣，重瓣，对，有很多很多的真花瓣，真花瓣。就是、你用的时候，它的颜值就是很高很高，你就会心情特别特别好。而且你挤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是那个真花瓣嘛。这个它是里面是薰衣草，薰衣草。我们再照一下这个哈，这一款。这块可能要摇匀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哇，好多，好美啊，好美，是吧？就是薰衣草这一款呢，其实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身上，因为夏天不是要我们女孩子要穿吊带吗？男孩也喜欢穿背心，对的。如果背后很多的痘痘，也会很有一点尴尬。我觉得这个薰衣草这一款呢，就是它是属于抑菌，它有这个功效，所以如果你背后有痘痘，可以选这一款。那如果你想要就是说那个味道，就是有那种像喷了香水一样，全身都香香的，那你可以用这一款。当然我觉得薰衣草的味道也很好闻。是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泡沫也是非常多的，绵密。樱花款里面的话是含有丰富的一个提亮元素在里面啊，宝贝们，烟酰胺好香，是不是好香好香，一下子直播间就充满了这个香味。它这个味道真的很好。是的，薰衣草款的话是有一个天然抑菌的功效的一个茶树精油在里面，所以夏天比较容易出油，就用它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看那个泡泡。对的，这款产品的话是很温和的哈，宝贝们，敏感肌也是很友好的。这一瓶真的好大量，其实很香。但这一瓶的话，像我的话，我大概用两个多月、三个月，就是两个月。但真的